科维托娃在比赛中，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当地时间8月17日2018赛季西南公开赛继续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较量，8号种子科维托娃激战三盘，以 7-5、5-7、6-3 力克15号种子梅尔滕斯，跻身本站四强。这也是捷克名将自2012年后首次晋级辛辛那提站四强。两人在轰出高质量制胜分的同时，也送给了对方大量非受迫性失误。而科维托娃凭借远超对手的制胜分数量 43-19 锁定了胜局，并在接二发环节表现强势，拿到了2/3的分数。世界排名第6的捷克名将开局表现强势，两度破发对手并取得了5-0的领先优势。然而梅尔滕斯并未轻易缴械，连下5局将比分追平。最后科维托娃经历多次平分后，艰难的连保带破，以 7-5 拿下首盘。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，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未能经受住一日双赛的考验，以 4-6、3-6 不敌博滕斯，无缘四强。他在早些时候的第3轮补赛中以 6-4、6-4 击败本土新星阿尼西莫娃，荷兰好手将和捷克名将科维托娃争夺决赛席位。自今年温网算起，博滕斯已经6次击败 TOP 10选手，包括在刚刚结束的罗杰斯杯连胜捷克双输。他在今天与斯维托利娜的比赛中，首盘一度1-4落后，却直落5局实现逆转。整场比赛共耗时84分钟，首盘开局博滕斯失误颇多，乌克兰人抓住机会率先破发，取得了4-1的领先优势。然而荷兰好手强势轰出连下5局的攻击波，以6-4拿下首盘，制胜分数量也接近对手的3倍，13-5。